八支十，先主力八支十，包收购，我有打电话给那个你们消防主任，四型弹我都打了。对，是我的朋友薛祖玉。薛祖玉，他人是 OK 的，因为他的手机跟车子都。爸爸是。他是夫妻，哎，我早上才有，我昨天早上才借机车给他，所以他人并不在这失联名单里面了，所以他很安全。哎，你想问题对面那个够？用了之久的吗？八支十，他现在来说人是平安的，在国外吗？还是怎样？他现在在花莲里面，在花莲，因为手机收不到，所以住户跟管委会没有办法联络到他。但是没有，但是我昨天晚上有把机车借给他，所以他人是很平安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户已经先踢掉了。我知道消息就先来通报。OK， 那你要跟对面讲一下，对面他们要怎么记的？好 ，OK， 跟他们讲说，因为我打电话到那个中午有打，不知道他有没有通报。有通报了哈，好，那平安就好了。